在比分也是来到了5-3，希金斯率先拿到了赛点。非常的老练，力度小了。Brown miss, John Higgins ball。第二杆。好解的，就是要控制一下力度去贴球堆。好的，解到。这个时候丢四分还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别丢先手就行。这球直接上去。球队最左下方的这一颗，这球形目前来看还是一个乱局。两颗贴库红球都打活了，而且效果还不错，每球贴库了。这局一定是不能丢先手，因为希金斯已经拿到赛点了，丢了先手就很危险。包下黑球左侧第二颗，打后了。左下方底带可以尝试来进攻，虽然说篮球有半颗是后斯诺影响出杆，但是角度完全可以来尝试。张勋彤有一点犹豫，确实也是希金斯手握两个赛点，有压力。没有去进攻，防守了。这个时候确实应该打得稍微保守一点，钓鱼的机会完全不上钩。哇，希金斯再次把球队打散，这个球星可不太好防了。这个右下方底带可以来进攻了，也就是说黑球左下方的这一颗，看一下远台，漂亮，顺利上手，把篮球给顶开了。这样的话是要到一颗黄球，黄球向下一库弹起来，黑球左侧的这一颗，左侧稍微偏上一点。
包。那个击球声非常的清脆，把粉球可以打回点位了。黑球目前是死球状态。而且这个球星完全可以有机会一杆制胜的。别看右下角黑球也是死球，两颗红球也是死球，分数足够。因为辛金斯相当于一颗没打进，被罚了四分。11，篮球也可以打回点位了。来要右下方底带，角度留得很直，拉杆回去要篮球，17，本球左侧这一颗。22，小青铜的抗压能力要比丁俊晖和周跃龙要强。23，在落后的情况下打得有一定的保守，但是并不是说完全不敢进攻了，该抓住机会的时候，该拼的时候也是毫不手软。但这一局也就是说靠一杆长弹准进以后顺利拿到上手机会，因为球形分布的已经非常好了，走一个中带上去要篮球是最舒服的。29，黑球左下方第一颗。34，继续围栏，现在反球属于半包围状态，解不出来。35，反球需要发力绕一下了，直接下来的，直接下来的话是左下方的底带。以为赵新彤要绕台叫右，以为赵新彤要绕台叫右下方底带的，结果叫了一个左下方底带，而且是直接下来的。这球形越打对赵新彤越有利，因为黑球目前是死球，而且黑球下方带着两颗死球，赵新彤也是在尽可能的去多得分。如果说能够一杆超分，那是最好不过。46，47，这个叫位叫的又是稍微差了一点。从这局看出来，赵新彤的维球能力还是有待提高。上方顶盖看准度，打丢了。杨云章47，看看漏没漏球，左下方底带是不是被挡住了？下球点被挡住了，显示出来希金斯也是已经24分多没有进球了，手感有了一定的下降。
留袋口了。看袋口这一颗没有被挡住，切一个薄边，稍微切到就能进。44分，台面上还剩67分。强拼的话，只能拼绿球，或者说去把粉球打死，做一段防守。选择了把粉球打死，表示你交哇。这颗死球。可以静等着希金斯去漏球或者去解球。希金斯现在手感下滑的也是很厉害了，又漏一颗。先不管铲球高分低分的，先把红球打进。每少一颗，希金斯的压力就会大一分，且球形也完全不具备，为高分值彩球的球形。冲着右下方底带去掉了。对。要黄球，领先50分，台面还剩51分，打进这颗红球超分，好球超分了。下。赵欣彤也是成功挽救了一颗赛点。站，自己打死的球自己来处理了。还是打死一颗，剩下的 K 出来一颗。小心将站 ，on the frame。啊，希金斯直接放了。比分来到了5-4。